现在，让我们想起神圣的圣者，他是终极爱、终极慈悲和终极智慧的体现。通过想象看到他们出现在你面前，想象着他们以慈爱凝视着你，对你微笑，以你神圣的大悲心，你的智慧从他们身上读出温暖的光芒，并在他的光芒中包围着你。您来到这里来帮助，请您帮助我理解我今天要学习的内容。请帮助我理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帮助我内化它。我们很高兴我们提出了要求，当然他们也表示同意。我们感激不已，我们也想为他们提供一些独特的东西。我们想象这提供他们教我们创造的完美的世界，想象我们可以握在手中，并将其提供给他们，并承诺以皈依祈祷者的形式实践他们教给我们的东西。这是美丽的大地，充满美好的香气，花朵如头锦缎般覆盖着雄伟的山脉，四方大陆把日月当珠宝穿戴着。在我心中，我把它们当作佛头的净土，并将之敬献给您。借由这样的功德，希望一切有情众生能体验净土。我向佛法与真寻求庇护，直至我开悟。借由我所做功德的力量，诸如布施与其他功德，希望我能成就佛果位，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我向佛法与真寻求庇护，直至我开悟。借由我所做功德的力量，诸如布施与其他功德，希望我能成就佛果位，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我向佛法与真寻求庇护，直至我开悟。借由我所做功德的力量，诸如布施与其他功德，希望我能成就佛果位，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让你的注意力回到这里，慢慢的睁开你的眼睛，当你准备好时，我刚注意到，我还没有开始录音，所以我才在中间才开始录音，所以让我重新表述一下，这是 ACIE 第三堂课，我们今天在第二章，今天是2024年1月10号。欢迎大家回来。上两堂课，我们学习了关于 ACI 的历史。我们了解我们的传承是多么的宝贵。这种教学以不间断的传承方式来到我们身边，这意味着我们将这种教学从一位老师传给另一位老师，传给另一位老师，这是非常的宝贵的。我们非常感谢格西麦克老师，让我们可以理解的语言将这种古老的智慧以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带给我们，
并且在 ACI 一课中，我们学到了佛教的主要教义。你们还记得它的名字是什么吗？它真正的名称是什么呢？三主要道。这实际上是宗喀巴大师写给他的学生阿旺扎巴的一封信，它是一个十四节经文 Lam Rim 菩提道次第。这是在回顾我们第一堂和第二堂课所学到的东西。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幻灯片，我想炫耀一下。我是在 IT 方面有点傻，但我觉得我自己付出了太多努力，我需要缓和一下。OK， 这个幻灯片可以从不同的 方向来，我正在试验它。诶，为什么会有声音？我也会有声音，给声音消失了。好，三主要道，什么是三主要道呢？三主要道，第一个是出离心。出离心的藏语词是什么呢？念中，念中，出离心，出离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有被要求在这个主题上面冥想，并且你将会有相同的冥想任务。第二个是什么呢？菩提心。菩提心，那就是想成佛的心，而不是只想要钱钱钱。这是想要成佛的心。它的藏语是什么呢？以 S 开头的藏语，三 K， 对的很好，是三 K 或者叫 John Sam。如果我错了，请告诉我，因为是像你一样的去记忆。OK， 因为我没有去特地去学习藏文，我也不是藏文学者。好，第三个的主要三主要道是什么呢？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非常好。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它的藏语是什么呢？以 Y 开头 ，Yang Da Pei Ta Wa， 非常好 ，Yang Da Pei Ta Wa。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一堂和第二堂课学习的三主要道。三主要道是什么呢？它们是食物，还是精神物品，还是一些概念？它们是什么呢？它们是精神类的。顿悟，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做冥想，而不是通过聆听或阅读来学习。你必须把它带入你的冥想中，它是一种顿悟，一种精神上的顿悟，是一种态度。懂吧？一起念懂吧，为了加持大家一起说懂吧。对，精神上的顿悟意味着懂吧，一种精神上的顿悟。我想谈一谈出离心。我们学习出离心，我暂停分享一下屏幕。出离心，什么是出离心呢？它是一种想要摆脱生命轮回的心，是一种想要摆脱生命轮回的心。好，为什么？因为你了解到生命是一种痛苦。你了解到生命是一种痛苦，你厌倦了这个世俗的世界，我们在生活中所看到的问题，你已经厌倦了，这个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带来幸福，即使是生活中所谓的美好事物，即使我现在很幸福，我得到了一切，但最终我还是要经历四苦。这四苦是什么呢？
你被逼着变老，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不管你如何去照顾你的身体，你都会生病或者患上疾病，最终你都会被逼着被迫失去。要么你先离开这世界，要么你所爱的人会先离开，你终将与被迫与你所爱的人分离，你被迫将再次重生。所以这有点像我想摆脱这次这样的生命的轮回，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如果你真正内心深处有出离心，它会带你进入自由的状态。但这出离心并不意味着放弃，不要误解哦。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时，这类似好吧，就是我不想去做工，我不想要钱，我不想要房子，我去住在山洞里。如果你不明白，即使你住在山洞里，你也没有出离心。真正很好并深入了解什么是出离心的人说，我们说一个人可以过着奢侈的生活并且拥有出离心吗？可以的。如果你真正拥有出离心，你就不会为了得到东西或保留某样东西，或者为了你所想要拥有的东西而去做坏事。但你今生拥有真正出离心，你可以享受，可以像达赖喇嘛一样，你可以享受所有你拥有的东西，是的，你可以。但因为你没有这个出离心，你没有这种执着，你知道，当你对你想要的所有事物有非常强烈的执着时，你会去想要得到它，不是吗？打个比方，你拿走我的东西，你会生气，或者你会去欺骗、撒谎，或者来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但是当你真正拥有出离心时，是的，你可以享受所有东西，没有问题。你想要的事物会追随你，好的种子会发芽，但你不会去做坏事来得到它或保留它，这就是出离心。当你的出离心转向他人时，出离心转向他人，它就变成了菩提心。好，现在我已经转向了第二个三主要道，就是你有出离心，然后你去开始思考，是的，我厌倦了这些痛苦，我想要摆脱所有这些痛苦，我想逃离这个生命的轮回，但是我周围的人呢，他们也一定也在受苦，对吧？他们应该怎么办呢？这就是当你的出离心开始向外转化，成为菩提心。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拥有出离心，然后我们才开始思考其他人怎么办呢？他们一定也会在受苦。当我们开始培养这种同情心，我们开始培养这种同情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无法忍受看到他们遭受折磨的同情心。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摆脱生活中的痛苦，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拥有快乐幸福，所以我才想成佛，这样我才能真正能够以某种深刻和最佳的方式去帮助他们，那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呢？菩提心是想要成佛的心，它会引导你进入一种知道所有东西的状态。第三主要道是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就是你的思绪是拥有空性的，你的拥有空性的思绪，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让你作为一个轮回的解药，轮回的解药，作为两个轮回的障碍，简称二障。这我们将会在今天的课程中稍后介绍。我提到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是生命轮回的解药，以消除二障。最大的
两个障碍是什么呢？我们稍后会谈到。所以三主要道，是十四节菩提道次第里非常短的一首。十四节菩提道次第，什么是菩提道次第？它是一步一步一步，你按照说明实践，他们就可以带你达到最高目标和最终目标。就像宜家的家具一样，他们有那个说明书，你按照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去安装，你就可以轻松的得到最终的产品。就像菩提道次第，就像这个一样，它是完整和容易的，你只需要按照步骤进行，跟着指标一步一步实践，你就会达到最高目标。它甚至比许愿、比宝石更好。为什么？当我们像个孩子时，现在我们就像个孩子，即使我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但我们的思想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你知道他类似于一个孩子，只想要糖果，想要玩，所以他甚至比一个完美的宝石更好。如果你一步一步的去遵循这些指示，他们可以为你带来如此美丽和非凡的东西，那东西可以超出你的想象，超出你可以概念化的范围，超出我们的思考可以，这有一个上限，你知道这上限， 它可以超出我们无法理解范围，但我们如果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寻觅，它可以带来那种转变。你可以尝试把我们所理解的东西联系起来，像是在生活中，我们有时候会跟随导师，跟随父母所说的，他们知道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如果你跟着做的话，因为当你了解你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只想要玩，但如果我们去学习、去听、去学习，他们就可以成功。或者是可以变得更好，就像是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那就是菩提道次第。这个三，为什么我们应该要学习这三主要道？为什么我们应该学习呢？据说这三主要道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行的大道。所以如果我们走他们所走过的大道，我们走这条大道，我们也可以到达去同一个目的地，可以变得像他们一样，可以得到所有美好的东西。所以他们都也是因为我们走到了捷径，就像菜谱一样，我们就只需要跟着他们做，我们就可以很非常轻松的去煮，不需要思考，然后弄乱整个厨房。所以这就是三主要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三主要道。好，所以现在你这么说，我相信你了。三主要道是一个非常好，可以带我达到我的最高目标，可以带我走向佛陀。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关系，但我买你的故事。好，现在告诉我，如果你这样做，他们他就会翻身。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才是我成佛的因缘。好吧，告诉我那代价是什么，我想知道那是什么，我需要什么代价，我想知道我能否做到。成佛的两个主要因素是方法和智慧。方法在藏语中叫 tap， 智慧叫 shara。 请你再跟着我一起念，
为了加持一起念 tap tap， 对，这是 tap， 我以为是 tap， 但是我去听回去科学家老师的录音，他说这是 tap 而不是 tap， tap 是方法， shut up 是智慧。好，那么现在这个方法则是什么呢？我需要做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我想要用什么样的种子？让我们看看这一个方法。所以方法指的是思想和菩萨的行为，思想和菩萨的行为，菩萨的训练。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英文的词语，我喜欢用中文的单词，对不起越南朋友。发菩提心，行菩萨的道。发菩提心是当你从内心深处真正拥有这个菩提心，它是一种思想，是一个思想。对，我不喜欢在英文他们说是菩萨的思想，那是什么？所以发菩提心来自你的心，无论你有什么行动，你所做的行动都充满了这个菩提心，发菩提心。所以他们有这个东西涵盖了你所做的每一个动作，是思想来自于你的头脑。好，行菩萨道就是做菩萨的行动，就是去做菩萨的行为。当我听说这个方法时，第一个先看到我的就是慈济。慈济是一个帮助人们处理危机的组织。我听人说过很多，每次遇到危机，慈济都会直接自愿去帮助，不管什么程序。你知道很多非政府组织，他们会有很多程序，必须要经过各式各样的步骤，批准这一个那个。但是慈济呢，就是当遇到危机，就是你首先会直接去发声帮助。然后下一个呢，就是可惜啦老师做了很多菩萨的活动。所以就是我认为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去做，所有人都经常这样做，所以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我们有这个很好的种子，所以方法有主要两个原因，一个是方法，就是思想和行菩萨道，另一个是智慧 shara。意思是我们了解事物本身并没有本质，事物本身并没有本质。但是我看到一个大喊大叫的老板，你所说的事物本身没有自己的本质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我看到一个大喊大叫的老板，他必须是来自于我，必须来自我的思想，才可以看到这个大喊大叫老板，因为我有这个种子，而这个种子是来自于我过去做过类似的事情，本质上来说是类似的，所以才会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才会遇见这个大喊大叫老板。所以我们学习了三主要道，我们如何将其联系起来呢？所以来猜猜看，处理心应该放在哪里呢？处理心是属于方法还是智慧？猜猜看是哪一个？我们应该放在智慧还是方法呢？猜猜看，智慧。智慧，菩提心呢？菩提心，我应该请你在对话框中输入答案。方法，对，正确了。那么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呢？千层说方法答案是正确的。为什么字母从我这边看这么大呢？如何让它变小？我不知道如何让它变小，它对我来说太大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呢？ Shura。 对，很好。智慧。好，让我们来检查一下答案。不用担心，我们都在学习。如果我们什么都知道的话，就不需要来学习了。好，让我们来检查一下。方法中的主要元素是出离心，第二个菩提心。如果是在方法上呢，为什么？记住我说出离心是菩提心的先决条件，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出离心才能有菩提心，所以他们是一起的。 OK， 好，另一个是智慧。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是在智慧之下。好，所以方法的主要要素是出离心和菩提心，而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是在智慧之下。这将会出现在你的功课里的第四题。第四题，好，让我们看看第四题的问题。第四个问题问，成为佛陀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答案是什么呢？方法和智慧。 Shura， 很简单对吧？可以做对吗？ OK， 好，下一个问题。这两个要素的主要元素是什么？第一个方法的话就是出离心和菩提心，而另外一个智慧的话就是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好，可以做对吧？好，让我开给你看。 OK， OK， 让我打开让你看第四和第五个问题的答案。 OK， 第四个，什么是成佛境界的两个主要原因呢？就是方法和智慧。 Tap 和 Shura， 他们这两个的主要元素什么呢？方法的话就是出离心和菩提心，智慧的话就是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好，可以做对吧？的确， Rache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当我们参加这个 Zoom 时，我们可以去那个作业的页面吗？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做那个作业。这很好，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有什么办法可以同时就是看这两个页面吗？我也是不确定应该怎么做，因为我不太会去做这一种科技类上的东西，因为我对这个技术类的事情真的是非常努力的学习，因为我真的不是很好。我真的不确定要这样子开着同时两个页面，你可能会需要两个小工具，你可能要一个笔记本电脑或者是一个电话这样，所以你就可以马上打字。 OK， 好，Rachel 老师，我是想问，如果你有去问这个 ACI 的团队，如果他们知道的话，请你告诉我。你可以帮我这个忙吗？就是你把这个问题输入群聊，然后我会继续去跟进。因为我们实际上有 ACI 的技术团队和支持团队，所以你帮我重新把这个问题打一下。好，谢谢你，那就太好了。我可以分享一些东西吗？关于刚刚那个人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在教学时在屏幕中打开 ACI 的课程，我们可以放小化这个屏幕，然后在 ACI 课程中打开。但问题是今天的问题还没有上传上去那个页面，不然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小化那一个 Zoom， 然后去打开 ACI 课程的页面，然后我们可以做那个问题。我刚刚做了有关问题的作业，第一课和第二课已经有了，但是今天的
课的问题还没有发布。可以，非常感谢你，珍妮。我希望你能了解，实际上我也不太明白，我只明白了一半。我需要做，我是一个要做我才会明白的人，但是我大概明白他说什么。对，珍妮刚刚说的是对的，我已经在里面了。对，就是今天的课还没有发布，所以我们还不能做。正确，对，我认为 ACI 的团队需要先发布，我们才可以去做。好，谢谢你，非常感谢你。OK， 我们刚了解了两个原因，两个成佛的原因。我们说是方法塔，还有一个是 shrub， 就是智慧。OK， 好。好，现在我们说成佛需要这两个因素。为什么？我的意思是，当我成佛时，我有这个相同的身心吗？我心里会有这样的问题，你知道吗？好吧，这些就是原因，好吧。如果我那样做，我就能成佛。所以当我成佛时，我的身心会发生什么？我很好奇会发生什么，我会有什么不同呢？佛陀的身体和心灵和我的身心有什么不同吗？我想应该是这样啦，所以让我们看看这个幻灯片。还从一开始，我想要从当前幻灯片开始。OK， 为什么这样 ？OK， 好。OK， 刚刚那一个成为佛陀的两个原因，他们是鸟的两个翅膀，记住，这是鸟的两个翅膀，非常非常重要，他们必须结合在一起。所以如果你做其中一样，我行很多菩萨道，做了很多好事去帮助别人，但你仍然不会飞，你需要两个翅膀。OK， 我做了很多冥想，为什么我总是学习，我总是冥想，但我永远不要去帮助别人，我也是不能去飞。我们必须两者都拥有，我们必须拥有两者，拥有这称为鸟的两个翅膀，我们才能成佛，才能达到最高和最终的目标。好，让我们看看佛陀有什么。还有一个像我们一样的肉身，鲁巴卡亚，来一起说鲁巴卡亚。鲁巴卡亚是梵文单词，苏姑是藏语单词。鲁巴卡亚意思是肉身，他们有肉身，像我们一样的身体，他们也有像我们一样的精神的身体，被称为法身。一起说达玛卡亚，朱姑。好，那么我们有肉身和精神的身体，鲁巴卡亚和达玛卡亚。苏姑和朱姑，所以这个身体是什么呢？是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所以他们有这个享乐身。享乐身是什么呢？就是留在天堂里的身体，就是在天堂里享受，就是很幸福的，在天堂享受。有时我听到人们说，人们描述它就像是一个光体，像是一个彩虹的身体。我总是听到人们说，不像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个身体，需要上大号上小号，需要吃饭睡觉，需要去会生病。他们的身体很漂亮，不会变老，不会生病，所以这就是他们所拥有的享受身。哇，很好。在梵文中，它的梵文名字是三波嘎卡亚。他们也经常提到他们有32个主要标记和80个小标记，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有什么意义。好，他们有32个大标记和80个小标记，所以总共有112个，所以他们身上有某些标记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哦，这个耳朵很大，像佛陀。他们确定了32和82个标记，所以总共112个，但我认为那不是主要的事情。如果说一个恶魔来到你面前，而且有所有这32和80个标记，你跟随着这个魔鬼，因为这魔鬼可以假装成佛陀，然后魔鬼让你去跳楼，所以这绝对不是佛，好吗？所以这些是标志。然后我们只有一个肉身，但你看看佛，他们有两个肉身，哇，他们有两个肉身。另外一个肉身是什么呢？另外一个肉身叫应身。什么是应身？应你玛纳卡亚。应身来自英文单词 emanate 就是。意思是可以复制这很多个一样的你，它可以毫不费力的同时复制很多个你去到很多地方，给很多很多人，在同一时间，而且是毫不费力的，这是它的关键词。那我们无法想象，这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不是吗？但是如果你看电影的话，哇，这是有可能的。我们看了很多的你知道的卡通片，所以这似乎是可能的。但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你无法想象他们能以他们怎么能你可以帮助你的形式出现。让我们说说你知道的，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不是吗？有些孩子你需要很多赞美，需要很多鼓励，有些孩子你可能会需要严厉一点，需要惩罚。所以佛就是这样，他们以能够帮助你的形式出现。你知道，有时我们试图帮助生活中的人，但他们不想听。我们不明白，我们希望他们变好，但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们，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说，如何去做，如何才能让他们听，然后让他们跟随你，听你的话。但佛陀能够做到，所以他们会以一种形式降临到你身上，去帮助你。但并不是所有的好人才是佛，对你不好的人也可以是佛，当如果他们能够对你有帮助的话。如果你回顾一下你的生活，你就会发现中文单词叫做有意义的灾难，意思是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想把那个人视为佛陀。哦，谢谢先生。哦，先生之前说很多，但在这堂课先生很安静，可能是因为他是在录这。之前先生问了我很多问题，然后我很开心他今天在课堂上，因为我真的很想让他来这堂课，因为他问了很多的问题，然后让我学到了很多。这里太多人了，我明白。 OK， 让我们回到应身，这样佛陀就可以化身并发送他的副本。副本可以是你的狗，可以是你的孩子，可以是你的同事，是你的老板，可以是陌生人，也可以是你的妻子、配偶、孩子，可以是任何的事情，真的可以是任何的事情。这超出了我们的理解的范围，所以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当我们要求一些东西，但我从来却没有得到它。我是一个顽皮的人，我有很多问题，有时我也想知道，但我问这问题，我的答案
就像是帮助我学习，因为在我心里会问很多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你可以到想要这个时，我想要但他们不会来，他们不会以那样的方式来，好吧，他们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你在修行中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帮助你成为一个贪婪的人。但如果你的财富以正确的方式使用，也许是的，你会达成你的目标。这就是应声，非常非常有趣，多么有趣，是的。我们现在无法真正去帮助别人，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老师总是说，我们只有在我们真正成佛的时候，才能去真正帮助别人。当我们成佛时，我们才能以某种深刻和终极的方式去帮助他们，任何其他方式都只是短暂的。我们可以去喂养他们，他们会很高兴，我们可以去陪伴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很孤独，但之后怎么办呢？所以只有佛陀才能知道如何最好的去帮助那个人，然后佛陀会成为你周围的人，帮助你去成长，然后成为一个更好的人。OK， 好，这就是佛陀所拥有的身体。有趣的是，他们拥有享受身，他们在天堂里享受这身体如此的美好平静。好，不会变老，不需要上厕所，不需要吃饭，一切都很完美。然后他们就有另一个身体，就是可以毫不费力的同时去帮助很多人。然后另一个呢身体，我们被称为精神身体 Dhammakaya Jugu， 他们拥有这种无所不知的头脑。什么是无所不知的头脑？那就是知道一切的头脑，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可以看到终极现实和欺骗性现实。欺骗性现实就是我们如何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们将事物视为来自于本身。佛陀能够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知道哦，这个 Rache 他总是错误的看待事物，然后他就生气了。然后佛陀呢，他可以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因为事物本身没有性质，他们可以同时看到两个实相。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些东西不能只是记住，我们不能真正的理解，但如果你看了很多超级英雄的电影，你就能更好的理解这个，尤其是在漫威故事，是的，漫威故事，那你就能更好的理解。无所不知的头脑是知道一切的头脑，因此他们知道如何帮助你，他们知道你需要放弃什么，以及你需要接受什么。你需要放弃什么，以及你需要接受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帮助我们的朋友，我们想帮助别人，我们希望他们变好，然后我们认为我们说了一些话，我们为他们计划了一些事情，但事与愿违，结果并没有按照我们所想的方式去进行，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是的，佛陀知道一切，所以他们知道如何做才能最好的帮助我们，他们知道我们需要放弃什么，接受什么，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学习什么，我们需要做什么，知道什么，做什么，那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在我看来，我是一个非常坏的人，像他们说我是无所不知的，那么好，为什么仍然遭受痛苦？为什么仍然遭受痛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佛陀是无所不知的，但他们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无所不能的意思就是他们不能随意的带走你的痛苦。如果他们带走你的痛苦，就像他们很久以前就带走你的痛苦一样，但他们不能，他们只能教导你。所以当你明白时，这就是现实的运作方式。这是为什么看到一个大喊大叫的老板，好吧，现在我们知道了，所以我们就不会再去那样做。他们只能教我们，而我们要去实践。 OK， 他们只能向我们展示这一个
方式。哇，你看这个方式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美好，但你没有去实践。你觉得这个课程你喜欢听他的课，课程非常好，但你只是去看，你没有去做。你必须去做，你必须去做了，他才可以帮助你。他必须来自于你自己。但是基督教徒说耶稣可以带走他们的痛苦，我不知道，好吧。如果耶稣可以带走他们的痛苦，那会很好，我会很高兴。请带走我的痛苦，我现在正在受苦，我很不快乐。 OK， 我们希望是这样的，那会很好。 Rachel， 抱歉打扰了，打扰了，因为我总是听到基督教徒朋友像我这样讲道，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说嘿，相信我，我们耶稣基督的父亲，他们会带走你的痛苦。所以你是如何解释这一点的？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有一次，我就想选择基督教徒，但是我在十字路口上，我不知道要选择哪一个，所以我去找了很多资料，所以我没有去相信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佛教。但这件事总是在我的脑海里，你知道吗？好，我对此没有评论，但我所知道的是，我还在生活中看到痛苦，我还在看到苦难的生活，然后我也正在受苦，这就是我所能说的。是的，我相信所有宗教都是好的，我想以这种方式看待它，他们去帮助不同阶段的人，就像我们为什么有幼儿园一样，像我们要小学，我们不会把小孩马上送去大学，他们会先去读幼儿园，然后上小学。然后我相信所有宗教都是好的，所以如果那宗教可以帮助他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为什么不呢？是的，我们必须敏感并尊重他人的信仰，这是真的。是的，我们必须要尊重别人的信仰，所以我想这样看待宗教本身就是好的，他们帮助你成为更好的人。是的，而且不同宗教适合不同的人。是的，也许我还没准备好，你告诉我你把你的孩子送去读大学完成后非常好，你可以赚很多钱，但孩子无法理解，所以他们必须先去读幼儿园，去学校学习，学 ABC， 学如何去阅读。所以他所有宗教都是好的，所以 也有可能是佛陀化身成耶稣来抚养这一群人，那也是有可能的。 OK，谢谢你的询问。现在还有另一个身体是在精神身体里的，那就是空性、佛性、空性。空性，我喜欢谈论这个。如果你知道我的 ACI 演讲教师培训，我得到了这一个话题。是的，当然我忘记很多了，但我想我可以回想一下，因为我做了那一个演示，所以我可以很好的记得佛头的空性身体是我们与佛头共享的唯一身体。记住，佛头拥有四个身体，这是佛头和我们共享的唯一身体，意味着我们已经和佛一样拥有这一个身体。很好，对吧？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身体，这个空性的身体，空性的身体意味着没有自信。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些空性，请不要担心，你会慢慢的理解。当你读了18个
ACI 后，你会慢慢了解空性。当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也是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就是事物本身没有性质，空性的身体，你可以思考它就像一个空白的屏幕。如果现在对你来说更容易的话，就像我们拥有的一个空白屏幕，佛陀拥有什么？它是拥有成为任何东西的潜力。我们有这一个佛的性质，佛陀也拥有这个性质，但很多外面的人总是误解，他们说佛性就像哦，我们内心拥有一个小佛，我们已经有一个小佛了，只是要把它揭开，让那一个小佛出来。但这并不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内心已经有另一个小佛了。但有些人在市场上这样解释它，但其实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像空白屏幕一样的空性身体和成为任何东西的潜力。因此如果佛陀成佛就像我们一样，他们可以成佛，为什么我们不能呢？一样的，就像有时我们看到有人变得富有，我说诶，他们上次很穷，你知道吗？就像建立那个云顶的那个灵悟童，以前很穷，我以前听过他的故事，然后他过后变得这么富有，然后我们说如果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同样的事情，好吧。所以我们和佛陀共分享这个空性的身体，上次他们就像我们一样都是一个普通人，然后因为他们去修行，他们收集了这两种元素，方法和智慧，然后他们就成佛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成佛，那是同样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做了坏事，我们也可以成为，我们也会成为动物，会下地狱，或者成为恶鬼。我们可以成为任何东西，所以你想要上去或者想要下去 OK， 我们都想要上去，我们想要摆脱痛苦，我们想要拥有完美的身体和心灵 OK。那就是成佛，我们和佛陀所拥有的任何潜力，那就是没有自信。我想讲一个故事，因为班上一半的人都从未学过 ACI， 也没有听说过 ACI， 这是一个非常快的故事。就是我想说这是什么，这是一支笔，但如果有一只小狗进来，小狗会和它玩耍，它会认为这是一个玩具。所以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放在房间里，然后我出去，每个人都出去，没人好吗？那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它什么都不是，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空性，它就是可以有潜力成为任何东西。但我进来时，我看着，哦，这是我的笔，但然后当小狗进来时，小狗会开始咬并与它玩耍，它就是成为了小狗的玩具。如果现在我们两个同时进来，我来了，小狗也进来，它对我来说是一支笔，但它对小狗来说是一个玩具，所以它同时拥有两个身份，它对我来说是一支笔，它对小狗来说是一个玩具。这两种身份怎么来的呢？因为它是空的，它有可能成为任何的东西，所以谁是对的？它对我是对的，因为我把它当作是一支笔，但它对于小狗来说也是对的，因为小狗可以跟它一起玩，所以两者都是对的。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支笔，这支笔是来自于我，还是这支笔是来自于笔本身？它是来自于我，还是来自于本身？我说，哦，这是我的笔吗？所以我说它是来自于我。如果它是来自于我，对，这是我的钢笔，来自于我，为我而来。然后让我们把它变成钻石。我有这么多笔，
我这么多笔，我不需要这么多笔，好吗？所以好，让我把它变成钻石。所以我每天闭上我的眼睛，祈祷，我祈祷，我有积极的想法，积极的去思考，但它还是一支笔。所以，即使它来自于我，我也不能将其改变成我想要的任何东西，而不是通过一厢情愿的想法，不是通过希望，不是通过积极的想法。如果我可以用积极的思维去改变它，那就不会有人自杀了。我总是告诉我的儿子，你知道为什么人们去自杀吗？为什么人们去这样做？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的 Leslie Chong， 他曾经很年轻，有名气，他也有钱，他得到了一切，但为什么他要自杀呢？所以这不仅仅是你的选择，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事情哦，好，不是你想要积极思考，你希望，即使它来自于我，我被迫这样看。为什么我被迫这样看？因为我脑子里有一个种子，我脑子里的这一个种子成熟后，然后让我看到这是一支笔，它来自于我脑海里的一个种子，一个发光的图像，然后我盖住它，哦，它是一支笔。我被迫将其视为一支笔，因为我脑海里的种子。那这种子从哪里来的呢？它从来自于我过去所说所想的印记，然后它在我脑子里种下了这个种子，然后当种子成熟后，它就让我看到这是一支笔。所以好消息是，它是来自于我所做的事情，所以这样我就可以改变我所做的事情，我就可以看到我想看到的东西，改变我未来的现实。当你做了很多坏事时，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有很多工具，我们可以做四种力量。我们就像是英雄漫威故事里，我们有很多工具包，我有很多工具可以和你分享。 OK， 好，这就是我想向你展示每一个现有的事物如何都有这种空性。这种空性意味着有潜力能成为任何东西，但不是通过选择，不仅仅是通过希望，通过一厢情愿的想法，通过祈祷，通过积极思考，而你是被迫的，基于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只需改变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然后我们未来的现实就会变得不同，好吧？所以有四个身体，我们有肉身和精神上的身体。你想要或不想要这个身体？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这个身体。你想要，你就举起你的手。我想要，如果有的话，我想要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不会死，不会生病，这太完美了，甚至可以帮助人们。这种身体是如此完美，如果它是有可能的话，我希望如此。如果我们了解业力和空性，你就会了解彼的故事。我们知道这是可能的，我们知道就是你会有越来越有越大的信心，不是因为我告诉你你才相信，所以继续学习。所以你不明白，你可以先放一边，慢慢的你会去了解。就像小孩去幼儿园一样，你让他们学字母，他们说不能啊，他们哭着说不想上学，但他们每天去的时候，他们唱啊唱，他们就可以唱 A 到 Z， 他们可以轻松的唱，他们还可以去识别，甚至可以阅读，甚至可以写句子、写文章。所以我相信，你只要坚持下去。好，现在让我们看看，下一个这个问题。好，这出现在功课里面的第六题：什么是佛的两个身体？
什么是佛的两个身体？让我们看看答案。好，问题六，佛的两个身体。问题六，佛的两个身体，那就是肉身如巴卡亚，还有就是苏古，还有另一个是精神身体达玛卡亚朱古。好，所以你现在可以做问题六了，你可以直接当场做完，你所以你不需要把这个功课带去第二天。我在共享屏幕吗？哦不，我没有在共享屏幕。嗯，好，所以我们说我们想要那个身体，我也想要那个身体。OK， 这个是总结。OK， 我跳过这一个。肉身和精神上的身体，我们说佛陀有身体，他们有一个身体，他们有一个像我们一样的思想。如何获得这个身体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我们需要收集很多功德。华人非常好，他们知道去收集很多的功德。在这方面有很多很多的功德，我想让你学习。这个项语叫 Sunam Kisong， 所以 Sunam 是功德。老师 Sunam， 你知道来自钻石山的那一个 Sunam 吗？ So Sunam 来自于这个名字。So Sunam Kisong， 所以我们需要很多这六种功德的集合来拥有这个佛的身体和佛的思想。我们需要智慧的集合，我们需要这种子，它被称为是 Geshe Michael Roach， Geshe Michael Roach。 所以那让我们来看一下三主要道，猜猜哪一个对身体有贡献。如果是出离心你就打 R 字母，如果是菩提心你就打 B 字母，如果是对空性有正确理解你就输入 C 字母。收集功德你需要什么？如果对于三主要道，哪一个主要道路主要有助于积累功德，让我们获得佛的身体？哪一个三主要道主要有助于积累功德，让我们获得佛的身体？四，出离心还是菩提心，还是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 ，R、B 或者 C， 哪一个适合收集功德呢？有人说 R 和 B， 哇，你真的很聪明。好，哇哦，正确，对 R and B， 对，你是对的。让我们看看这一个。出离心和菩提心主要有助于积累功德。然后另一个是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好，我想停止分享我的屏幕，我想要去到我们的问题，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作业。这是在作业中的问题七和问题八。
问题七和问题八。让我们看问题七，说出两个身体的两个原因。记得说我说过我想要身体，我需要积累很多功德才能得到那一个身体，我需要收集很多智慧才能得到佛的思想。好，所以这里收集功德是佛生的因，收集智慧是佛智慧生的因。那是问题七。问题八，三主要道的哪一个因素是这两个身体的元素？刚才你们已经得到了正确答案，你说出离心和菩提心，或者是想要成佛的心，主要是针对佛的身体。然后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主要是针对对佛陀的精神上的身体。 OK， 好，到目前为止都可以对吗？好， Raymond 也答对了，出离心和菩提心。好，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关于佛陀，太好了，终于我了解详细了成佛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的身心和我有什么不同。好，所以现在我想问你，如果我做善事，我做了很多善事，我做了善事，这是成佛的因吗？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讨论的事情，我们等一下要讨论这个，记住这一点。好，让我们讨论一下。好，我们想学习这个叫穆须穆诵。当我学习穆须穆诵时，我非常讨厌这个，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这个穆须穆诵。好吧，穆意味着声明，须意味着是，穆意味着声明，诵意味着三，所以它要么意味着三声明，要么意味着四声明。穆须穆是声明，穆是声明，诵是三。所以这意味着存在的一切都必须是三或四种排列，它必须是这三个组合或这四个组合。什么是三个组合？什么是四个组合？这是这里的规则，一二三四。如果 A 则不是 B， 如果 B 则不是 A， 既是 A 又是 B， 既不是 A 又 B。 好，如果你不担心，如果你不明白不用担心，我们等下会回到这个。好，我刚问你这个问题，做善事会成佛吗？意思是如果我做了善事是成佛的因吗？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东西，我们将使用穆须穆诵来帮助我们理解做善事和成佛因之间的关系。好，所以我们要遵循这一二三四，这一二三四。好，让我们检查一下。OK， 好，如果 A 则不是 B， 让我们说说美德。在此之前，美德是什么？美德就像是你做善事，意味着就像你做的任何行动，身口意，任何你所做的身口意，会在未来为你创造愉快的结果，会给你带来愉快的结果，好的结果，快乐的结果，你喜欢的东西，好吧？所以我们称之为善业。所以德行被称为 Gawa， 你能说 Gawa 吗？ Gawa 是美德， Gawa 是美德。所以现在我们想讨论，如果我们做好事做善事，它会带我成佛还是带我去涅槃吗？所以我们说是成佛，让我们说 A 是成佛，B 是美德，好吧，明确 A 是成佛， B 是美德。像我们跟着这个，如果 A 不是 B， 如果 A 意味着它是成佛的原因但不是美德，可以吗？
一个东西可以成为成佛的因，但不是美德吗？可以或不可以？如果可以，请输入一；不能的话，输入零。一个成佛的原因，但不是美德，可以或不可以？不能说不能。茉莉说不能，雷说不能，珍妮说不能，詹森说不能，安吉拉说不能，所以每个人都说不能。好，不能。好，所以你没有美德，不能成为成佛的因，你怎么能去打人然后能成佛呢？好吧，这很容易理解。如果 B 不是 A， 如果它是一种美德，它是一种美德，好吧，我做善事，但这不是成佛的因，可以或不可以？我做美德，但它不是成佛的因，你认为是什么？雷说是， Jason 说是， Angela 说是， Richie 说是， Jenny 说是， Jenny 说是，为什么你们都这么聪明？为什么呢？如果 B 是一种美德，但它不会把你带成佛，为什么呢？我以为我做善事我可以成佛，不是这样吗？有人可以向我解释吗？你答对了，为什么呢？我做好事耶，为什么这不是成佛的原因？为什么呢？哦，那只是一个翅膀，非常好，对，正确。你需要拥有三个原则，对，缺少了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对，你是对的。所以如果你做了美德，但你的美德没有这个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或者我们称之为三主要道，那么它只会带给你愉快的结果，但你最终还是会回到生命的轮回，你还是会有罪这个痛苦。非常好，所以让我们看看这个问题，稍后功课会有这个问题。如果 A 和 B 都是成佛的因，哎，抱歉，我看一下我没有看错。如果是美德，但不是成佛的因，哦，是对的。如果这是成佛的因，并且是美德，如果它是成佛的因 ，A 和 B 都是成佛的因，它是一种美德，对还是错？这一个啊，对，如果它具有三主要道，是的，如果它具有三主要道，如果不是美德，肯定不会带你去成佛，你是对的。好，让我们看看问题是什么。哦，我不能开，哦，让我看看。我要分我的这分享我的这个屏幕。OK， 好，让你看这个问题。我所说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的问题是：做好事会带你到涅槃和成佛吗？是的，它一定会带你到涅槃和成佛吗？为什么我们说这不一定是正确的？如果你做了好事，就会带来好的结果，但不一定会成佛。除非像每个人都说的那样，除非是具有三主要道，或者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如果不这样做，你就会做出一个肮脏的善业。我们说这是一个肮脏的善业。好，所以让我们看看这个，好吧。如果 A 不是 B， 再一次，如果 A 它是成佛的原因，但它并不是一种美德，成佛的原因怎么可能不是一种美德？这是错的。如果 B 不是 A， 如果它是美德，但不能成佛，是的，如果它没有三主要道，那么就不能哦。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如果你没有
三主要道，你没有正确的空性，那么它是一种美德，但它不会带你成佛。它可以是美德和成佛的原因吗？是的，美德使它成佛。是的，它必须是一种美德，并使它成佛。是的。A 和 B 或不是？是的，不是美德就不能成佛。是的，所以你看，这是木须木松，两个事物之间的所有事物，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必须以这三种排列或四种排列出现，他们必须以这三种组合或四种组合出现，那就是一种我们看到这边都是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被称为木须木松，所有的事物这两件事之间的任何关系，他们必须在这三个排列或这四个排列中，他们必须存在于这个，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三个是或三个不是。好，让我们看看作业里的问题。好，问题说，功德是否必然导致涅槃和成佛？是，为什么是或不是呢？刚刚我们已经说，功德并不一定导致涅槃和成佛。为什么？当如果一个人的动机是较低范围，意味着如果你只想要记住较低范围吗？那就是我只是不想出生在下三道。那么就这样，是的，你从来没有想过你想成为一个佛陀，因此肯定，当你做了善事时，它只会给你带来好的结果，但不一定会给你带来涅槃。所以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你清楚吗？这是在问题一，让我们看看问题一，功德是否一定会导致涅槃和成佛？所以如果我做了一件好事，它一定会导致涅槃和成佛吗？不一定。如果它没具有三主要道，那么它不会带你去到涅槃和成佛。当不具有三主要道，意味着你的动机范围较低，不是吗？如果你的动机氛围比较低，那么你所做的善事也一定会给你带来好的结果，它无法避免，它一定会给你带来好的结果，但它不会把你引向涅槃和成佛。好，你们还可以吗？清楚吗？如果清楚的话，请在聊天记录里打一。这个课题需要一点思考。意思是，如果做了一件善事，那么这个善事一定会带我成佛吗？不一定。如果不是按照三主要道做善事，这三主要道是什么呢？出离心、菩提心和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你的动机就不是要成为佛陀。当然无论你做什么，它都不会引导你走向成佛的道路，不是吗？如果我没有这三主要道，意思就是我只是一个是有人想说什么吗？是的，如果我只是一个较低范围的修行者，我学习佛法，因为我害怕我死后我会去下三道，所以当我这样做时，做好事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回到我身边，不能避免。你做好事，好事回到你身边，但这是一个肮脏的善业，它会带来愉快的结果，但你仍然在痛苦的循环中，你依然进入在这一个生死的轮回。非常好，谢谢你想一想啊这一个课题。
们想在另外两个例子中再次研究木须木松，让你熟悉这一个。稍等，我在试图分享我的屏幕。嗨，我讨厌这一个。我并不是很厉害用电脑，我只是想表现得如此。我非常厉害用电脑，哈，开玩笑的啦。我尝试这样做。我希望它可以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对的这个幻灯片。好。嗯，是这个。我们正在学习 Maha Mudra， 然后我们要应用 Mushi Musum。 我希望我能在四分钟里完成这个 Maha Mudra。 Maha 意思着大， Mudra 意思着道， Maha Mudra 意味着大道。哦，这个秀呢，这就是这个红色的，它就意味着这个蜜蜂。看到这个信上面的这个红色东西吗？所以在藏语呢，它叫 Chakya Chenpo。 Chenpo 意思就是大， Chakya 呢就是蜜，这个蜜蜂的这个红色的。 So Maha 呢意思是大，它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对空性的直接感知。那是什么呢？不用担心，我们过后会讲很多关于这个对空性的直接感知。好，当你看到空性时，就把它当作直接感知空性。它是一个当你直接感知空性时，就是你从空性中走出来，你就会真正的理解四圣谛。我想在另一堂课时讨论这个，现在不行。现在让我们将木须木颂应用在三主要道之间关系，以及这一个 Maha Mudra。 好，让我回到这个直接的感知本性。为什么这非常重要？我想要先提出一点，据说如果你直接感知空性，从中走出来，你就不再相信事情向你袭来。人们告诉你，你不相信，你就不再相信，因为你看到的不是那样的。因为即使你仍然看到事情向你袭来，你不再相信它。为什么它如此重要？因此此后你的每一个行为都会有所不同，因为你不再相信事情向你袭来，你不会再以这种方式行事，你不会去伤害别人，因为你显然知道事情来自你，就是你生活的一个转折点。根据科西麦克的说法，他总是说，你从中走出来，你被称为入流者。你的传送带上还有七辈子要走，还有七辈子要走而已。我们拥有的无数生命中只有七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认为它是非常重要的。看看三主要道和这个 Maha Mudra， 或者是直接感知空性。好，让我们说 A 是 Lam So Nam Som 三主要道， B 是对空性的直接感知。 A 是三主要道， B 是对空性的直接感知。让我们看看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 A 不是 B， 如果 A 不是 B， 如果你得到了三主要道，但它不是，但它不是 Maha Mudra， 它不会引导你到 Maha Mudra。 你没有看到直接的感知空性，可能吗？可能，对吧？因为你可能还在这个过程，你还在学习这三主要道，那么它不会让你直接感知空性。那么或许是还没有，或许是你对三主要道的了解还不够透彻和深入。好，那么呢，如果它是 B 但不是 A， 可以吗？就是你看到空性，但你从未学习三主要道，是否可以？你可以直接看到空性，
但你从未学习三主要道。你从未学习三主要道，所以错，你并不会发生任何事，不会发生任何事。所以三主要道是非常重要的。下一个将会是下一个是，如果 A 和 B 你都学习三主要道，他们会带你直接感知空性。是的，这是必要的，好吧，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三主要道是基础，是基础。如果你修得好，它就会发生，这是你修好三主要道的结果。好，下一个 A 和 B 都不是，你不修三主要道，所以你不会直接看到空性。当然是的，所以是的，这就是我们应用 Mushi Musum 的方式。他们必须以这三或四种排列的方式形式出现。好好，我们再应用一个事例 Mushi Musum。现在我们说 B 是密宗修行教学，它与成功的密宗修行有什么关系？我们想看看三主要道和密宗之间的关系。好，课程即将结束，要十点了。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让我们应用 Mushi Musum 在这个密宗。好，我们说，如果 A 是三主要道 ，B 是密宗，跟着这里的这个框，如果 A 是三主要道 ，B 是密宗，不是密宗，你做三主要道，但它不会导致成功的密宗修行。是的，也许你正在进行中，或许你正在进行中，你做这个三主要道，但是你没有成功的密宗修行。是的，或许你没有做得足够好，或许现在是的，在进行中，或许你有一个成功的密宗修行，但你没有三主要道，没有什么会发生。相同的答案，如果 A 和 B 你修行三主要道，并且你有一个成功的密宗修行，是的，这是必要的，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这是基础。当你很好的练习三主要道时，它就会发生。而 A 和 B 都不是，你不练习三主要道，你就没有获得成功的密宗，好吧。所以这是问题三，三主要道与 Mahamudra 之间的关系，以及三主要道与密宗修行之间的关系。所以结论是，如果没有三主要道，密宗修行不可能成功。有了三主要道，你几乎会自动在密宗修行中取得成功，这是一个结论。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三主要道与密宗修法之间的关系，也能直接看到空性。让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作业的答案。好，问题二， Great Seal 的梵文单词是什么呢？ Mahamudra。 好的， Mahamudra。 然后下一个是三主要道和 Great Seal 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好， Mahamudra 的意思是直接感知空性。记住我们说 Mahamudra 是自然的直接看到空性，是修习三主要道的自然结果，好吧，作为密宗修行。好，是的，一个很好的修习三主要道的人几乎会自动达到密宗水平，
所以密宗修行完全基于三主要道，所以没有他们，你永远不可能在密宗中取得成功练习，但是有了他们，你几乎自动就成功了，好吧，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讨论的事情，好吧，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好吧，那我就到此为止了，抱歉已经超过了5分钟，我拿回上个礼拜我没有用到的时间，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请仔细的阅读，做尽你所能，我们将在下周继续，我还有一点要完成，然后我将进入第三章，非常感谢，让我们快速的做一个奉献，所以闭上你的眼睛，通过我们刚刚在这里学习理解所有这些关于三主要道的概念，借由我刚才所做的功德，希望一切有情众生成就福报与智慧，然后获得究竟的二生，由福报与智慧所成就的二生。让每个人都可以理解这一个概念，好，让我们感到满足并对此感到开心，轻轻的看睁开眼睛，非常感谢你，希望你高兴并睡个好觉，非常感谢，谢谢你们，如果有任何问题留到下一次的会议，好的，再见你，谢谢你，谢谢你 Rachel 老师，谢谢，谢谢你有让我有这个分享的机会，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你 Angela 晚安，谢谢你，哦，其实我今天学习的时候，我同时也带上了我的母亲，因为我的佣人不在，所以我就自己照顾我的母亲，你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太好了，下次带上你妈妈一起来，请她坐在你的旁边，哦，对，其实他刚刚就坐在我的旁边，哦，那真的很好，嗯，下次我让他一起听，嗯，下次让你的妈妈一起听，哦，但这是英文的课程，我希望可以添加更多中文，但因为有越南人要听，他们需要做翻译，无论如何谢谢你，非常感谢你，晚安，谢谢你，再见，晚安，下个礼拜见，谢谢你，拜拜。